三月十二日上午，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机在训练中失事，飞行员任永涛、年金新为避免地面群众伤亡，壮烈牺牲。我们对战友的牺牲深感痛心，对烈士的亲属深表慰问。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，在生死关头，他们想到的是人民的安危，却唯独没有他们自己。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英雄，铸就了我们共和国的脊梁，海空雄鹰永不折翼。